这是小兰智商巅峰的一集，她终于怀疑柯南的真实身份。大家好，这里是小野探漫，让我们一起回顾柯南第七集《每月一件礼物威胁事件》。这天，小兰和侦探团在超市买菜，得知小兰认识大名鼎鼎的工藤新一。元太八卦的猜测小兰是新一的女朋友，柯南、小兰同时反驳，这让小兰产生了疑惑。回到侦探事务所，小兰开始抱怨新一一直没跟自己联系，柯南赶紧帮忙解释，也许新一是遇到什么难以脱身的麻烦事。突然有人拜访。 小兰刚打开门，成堆礼物直接压倒柯南。委托人赶忙上前搀扶柯南。与此同时，柯南注意到他手指的痕迹。委托人叫小川，从两年前开始，每个月都有人会寄现金和玩具给他。然而，寄件人的身份和地址都是假的。同时，他有一个五岁的儿子。因为每个月都会收到玩具，永泰非常开心。正所谓无功不受禄，小川总觉得不太对劲。这些钱一分都没动。小五郎询问每月寄多少钱。 小川回答道：“之前每个月寄一百万日元，但这个月居然有两千五百万日元。钱呢、啊？呃，可以寄放在我这儿啊。”此时，柯南问出了关键：“会不会是你曾经的病患为了表达谢意，偷偷送礼？”小川一脸问号：“你怎么知道我是医生？”原来，柯南通过小川手指上的痕迹判断出他是医生，因为外科医生在做手术时通常会用食指固定手术线。小兰突然想起新医，新一也是通过手掌判断出女孩是体操运动员。在这一刻，小兰对柯南起了疑心。这时。 小川又掏出一封信，他称自己之前收到的都是玩具和钱，从没有收到过信。柯南发现这些礼物没有条形码，是市面上已经买不到的玩具，同时玩具上也有划痕，甚至有的都损坏了。小五郎依旧一头雾水，小兰却陷入了沉思。他认为柯南一直在引导小五郎的推理，难道他真的是新一？柯南又在一旁提醒他，指出写信人或许是想跟小川医生购买什么东西。小川突然想起医院里的那幅画，这是他祖父流传下来的。 价值两千五百万日元。不久后，一行人来到医院，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线索。一到医院，护士告诉小川，今天又有包裹寄来，是一盆牵牛花。小川对此见怪不怪，每年二月十九，神秘人都会送来牵牛花，这种反季节的花是特意在温室栽培的。牵牛花的花语是虚幻的恋爱。小五郎展开了遐想：你该不会是两年前对某个女性做了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？小川立马否认。柯南接过花，询问能否查看病历，或许送花日期和某位患者有关。 就这样，几人来到档案室，小五郎翻来翻去，没有丝毫头绪，决定把重心转移到画上。柯南趁机留下查看病历，然而小兰也没有离去，在门外注视着一切。此时的柯南正在疯狂查阅病历，并未发现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被小兰尽收眼底。小兰回想起柯南这段时间那些不经意的提醒，这种感觉就像是新一在旁边提示。新一失踪的那天，柯南正好出现，难道他真的是新一？小兰偷偷走到柯南身后，若无其事的询问柯南有没有发现线索。 柯南拿起病历说道：“礼物是从两年前开始送的，所以他查看了三年前的病历。这些病人中跟送花时间有关系的，一共有八人。病人表达谢意送礼不足为怪，但这封信和特意栽培的牵牛花实在令人匪夷所思。可惜你连这个都知道，好厉害哦、啊，真不愧是新医耶！”尽管柯南心里慌得一比，但为了避免暴露身份，他假装拿起游戏机，试图蒙混过关。这明显是故意的，小兰根本不信。 但是高中生又怎么可能变成小学生？一想起自己曾在柯南面前说过喜欢新一，小兰瞬间破防了。柯南突然发现有个地方不对劲，游戏机里的用户名他好像见过。随后赶紧查看病例，这位五岁的小孩叫迪野治野，在接受小川医生手术后就去世了，死亡时间正好是二月十九。柯南顾不得掩饰自己，赶紧叮嘱小兰把小川医生带来。柯南熟悉的语气和推理，愈发让小兰认为他就是新一。小川拿过病例一看，立刻恍然大悟。 三年前，迪野智也因为盲肠炎去世，但并不是因为手术失误，而是因为送医太迟导致的。然而，迪野智也的父亲一直认为是手术失败导致的。也就是说，这些玩具都是迪野智也的遗物。每年二月十九送到医院里的花，正是迪野智也忌日所供奉的花。那封信和两千五百万日元，就是要买走永泰的性命。至于为什么没有直接报复，却要等两年的时间，那是因为迪野先生想等到永泰长到和儿子死前一样的年纪。小川赶紧联系幼儿园。 却发现永泰已经被人接走了，众人赶紧去幼儿园附近寻找。画面一转，迪野先生假意陪永泰玩耍，趁永泰拆玩具的时候，亮出菜刀，准备对他下毒手。看到一旁有足球，柯南当即按下鞋子上的按钮，一记倒挂金钩，足球高速掠过，撞飞迪野先生手中的刀。小川小五郎快速上前，想要确保永泰的安全，但迪野先生距离更近，他激动的捡起刀子，以永泰为人质威胁众人。 小川直接跪地求迪野先生不要对永泰下杀手，自己愿意一命抵一命。就在此时，永泰转过身对迪野先生说：“原来那些玩具都是叔叔送给我的，你送给我的玩具我都有在很小心的玩。”这让迪野先生不禁想起了自己的儿子，他不由自主的扔下刀，趴在地上掩面痛哭。小五郎让小兰赶紧通知警察，然而小川却阻止了他，能理解迪野先生的心情，希望这件事就这样结束。事后，深陷怀疑的小兰故意试探柯南。 他在柯南面前说出教体育的安田老师就要结婚了。柯南下意识回答：“那个大猩猩老师。”小兰立刻锁门，质问柯南为什么会知道自己的老师是谁。千钧一发之际，电话响起，小兰接过电话，对面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，正是新一。电话那边是阿笠博士用变声器模拟了新一的声音。原来柯南害怕被小兰识破身份，早早联系了阿笠博士，希望他伪装成新一的声音打电话给小兰。因为这个电话，小兰被柯南糊弄了二十几年。 至今也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。